IT 寻播报惊喜故事早知道。今天松下正式发布了全画幅无反相机 Lumis SEH， 其最大的亮点是加强了对视频拍摄的支持，比如提供 6K 视频拍摄、多种变形模式以及支持无时间限制视频录制等等。很显然，这款产品瞄准的目标是跳票多年的 Sony A7S3。 松下 Lumis SEH 采用与 S1 相同的2420万像素图像传感器，拥有225个反差式自动对焦点、576万画点电子取景器、0.78倍的放大倍率。其传感器具备低通滤镜，以减少画面中的摩尔纹，同时支持五轴防抖。在搭配兼容度 IS2 防抖镜头时，可提供6.5档补偿效果。配备的是3.2英寸、233万画点可旋转触摸屏，整机重量达到了1164克。另外，松下 SEH 机身主体与屏幕之间设计了散热风扇，以防止相机在长时间录制视频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机身过热。松下 SEH 具备防尘防滴溅的性能，并且可以在-10度的环境中正常工作，快门寿命达到了40万次。既然视频是这款新相机的亮点，我们就来着重说说。松下 Lumis SEH 是全球首款可实现 6K24P 或 5.9K30P 视频录制的数码相机，同时呢，也是全球第一款支持 10bit60P 4K C4K 视频录制的全画幅无反相机，同时还支持多种视频格式，包括4:3变形模式。更重要的是，其高分辨率数据还可以用于创建具有更高图像质量的 4K 视频或 4K 图像裁切。松下 Lumis SEH 售价为$3999，约合人民币28600元。你看好松下这款相机吗？